时光匆匆如水，能够一起不回头。大家好，我是凡凡。我和何伟姐姐之前在这个杭州的郊区，突然发现那个大网红啊，那个唐毅在这个杭州搞直播，所以我呢打算和何伟姐姐去看唐毅的直播。走了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杭州的这个天街啊，龙湖天街，然后下面唐毅在那里直播。我现在唐毅在那个卖货吧，没有唱歌了。今天过来晚了，来到这边他已经没唱歌了，他在卖货呀。然后我再等一下看一下他啊，要不要唱歌。从这个下面看看得清楚一点。就唱小美满，小美满这首歌把歌词弄出来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我现在的心境吧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没有什么大愿望，没有什么事要干，眼睛如口红的一直闪，那闪眨眼的小太阳，乌云还挺大大，顶在头上吹不散，我烧出树里变成棉花糖，什么烦恼不能忘，只要一路就转弯，哪个风景都漂亮，柔柔皮皮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，美好简单。我唱的是我自己的版本，完全跟原唱不一样的，好听吗？谢谢。加一位把它唱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等了好久了，确实不好意思，辛苦了。没事没事，等了好久哈。叫什么名字？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一只小象。来，准备好，我们俩一起唱一首美丽的神话，送给我们杭州的所有还在直播现场陪伴我的所有家人啊！好。爱就要苏醒，万事沧桑。那时候在国庆街的时候，离现在已经有3年多4年了吧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做户外，一直在室内做舞台，所以大家都忘记了我是一个唐毅大舞台的创始人。唐毅大舞台创始人都忘记了，所以大家都忘记了我其实是一个主持人。我以前在户外就是个主持人，但现在大家在舞台见我唱的太多了，就大家定义为我就是只会唱歌。非常感谢唐老板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。服装人，服装人，服装人，做服装的吗？对对对。那你看看我的服装怎么样？太美了，太美了。你能给我免费提供几套吗？可以可以，完全没问题。来上上吧，帮我上吧。你来。看那春光早，倦那柳枝头，花瓣颜色好，阿娇很娇羞。看那浅水帘幄幄，留个小桥头，风吹歌声飘，飘不掉桥头。我唱，吹起我的芦笙，妹妹你唱一首，等到太阳落山。你就跟我走，白洒我的米酒，哥哥你尝一口，还不错。天真你的悲伤，可以在我心房。谢谢。时光匆匆如水，能够一去不回头。曾回到最初的时候，笑。
好像今天唐毅的这个直播要结束了，这一次的话呢，总算没有白来，听到了唐毅唱的歌，唱的还不错啊。现在直播已经达到了尾声，唐毅的话他是我老乡，他是安化的，我是新化。好了，这个直播也看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回去了，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这里啊比这里远，差不多10公里啊。现在是合影环节。我们回去了，今天我在荷花街见识了一下这个大主播，太漂亮了，好漂亮、啊、你的话是第一次见到他吧？对呀、啊、第一次见到他。他的名字你以前听说过吗？陶艺啊。他的名字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？没有啊。回来了，没想到今天居然有大的收获呀，居然见到了陶艺。